来悉尼以前，我以为这里地广人稀，但实际上悉尼跟世界各大城市一样，路上经常很堵很堵，身边的朋友几乎都开车，而我还是喜欢坐火车出门。悉尼的火车特别宽敞，还能透过窗户看看风景。这里的火车线路从地图上看复杂的不得了，但只要下载出行 APP， 出门前查好路线和时间还是很方便的。火车车票比香港贵很多，10公里以内坐一两站地要3块多澳元。除了开车、坐火车、坐巴士，住在 Parramatta River 边的朋友也会坐船去市中心上班。最近我准备考澳洲驾照，祝我好运。